现场的粉丝大家好，谢谢你们，我是台湾滨崎步波比天后，国民岳母王彩华，很开心呢，这次能够入围，这是我出道40年第一次入围金钟奖，非常开心。那今天呢，我的礼服，我非常谢谢 J2 礼服，还有我的一个结拜的二姐，非常。疼我的二姐，她是一位歌星丁黛二姐，特别借我的这个珠宝，很漂亮吧？很漂亮哈、哦，谢谢大家。很闪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啊，真的吗？谢谢谢谢，希望今天的衣服大家都会喜欢，谢谢。啊，不敢不敢不敢，一定还有更美的。那就。一枚帅的在这儿，帅的。我非常爱他们了，谢谢你们，从早上到现在，我们 after party 约哪？还不知道，好好的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没事。他们真的是辛苦了，从非常感谢他们，因为他们都一路都在支持，然后希望他们，我就是每个作品都是值得给他们看。今天很开心跟两位我心里很棒的主持搭档一起，然后希望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再一起上台，加油！加油！我们这一摊。